面也保持良善，现在才还要怎么 turn back time？ 哦，怎么说你们全部在为满意？现场唱起合作歌曲，高尔宣替好友金曲创作新人李浩伟演唱彩排助阵，近期也推出新歌。高尔宣潜入水下10公尺，上岸则传打挑脱自我的意境，挑战全片以手机拍摄。他透露差点溺水了，没有戴面镜跟那个呼吸器，所以其他就是憋着。然后我们拍一颗是要360度环绕，所以人会退到很远，所以我要憋着，等到我没气的时候算他们进来的时间。所以那颗比较硬。坦言最难的是在水里沟通，团队还花了3个月水下训练，成功考到潜水证照。哥哥跟爸爸也一同入境，我自己很满意。之后我会找他跳伞。没收到邀约吗？还是？刚刚收到邀约。现场直接向好友发起挑战，歌手 MV 难度提升，还有艾薇。再说，如今却不合时宜的脆弱。洁白洋装代表拥抱对音乐的初衷，艾薇挑战现场收音，同时要控制自己的声音跟表情，而且还是 one take。 风很大，然后就会录进去麦里面，然后跟小鸟的叫声，然后还有那个水池的声音，然后刚才有一个直接中断是救护车的声音。场景在高雄卫武营广场，知意钢琴声伴奏，优美镜头下也展现演唱功力。 TVBS 的新闻上面郑宏婷台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